9月21日是 iPhone Nexus 以及 iPhone Nexus Max 国内首销的日子。当不少国内消费者还在观望的时候，有部分人已经入手了这两款产品，并在网上晒出了开箱图片。拿到新手机对每个人来说应该都是一件喜悦的事，但有一位网友悲剧了。这位网友在21日拿到了自己的 iPhone Nexus， 不过很不幸，当天下午他就把手机屏幕摔碎了。该网友事后在网上晒出了自己手机的照片，并自嘲舒服，如上图所示，该机应该是屏幕左上角碰到了硬物导致了损坏，虽然损坏面积不大，但也无法逃避内外屏全部需要更换的命运。作为 iPhone X 的升级版，今年的 iPhone Nexus 延续了异形全面屏屏幕加 2.5D 玻璃背板的组合，除天空灰、银色外，新增了金色、出色的握持手感以及全新的配色，让不少购机用户打算裸奔。在上面这位网友惨痛的经历告诉我们，拿到新机第一件事除了检查产品，就是贴上屏幕贴膜，并且戴上保护壳了。这一方面是保护你的手机，更重要的是为你节省开支。来自苹果官方的数据，保外 iPhone Nexus 维修屏幕的价格为2228元，与去年的 iPhone X 持平，而更大屏 iPhone Nexus Max 的价格上升到了2628元。这样的维修费用足够买一台配置不错的国产旗舰了。此外，如果是屏幕以外的其他部分损坏， iPhone Nexus 和 iPhone Nexus Max 的维修费用会更高。所以听小编一句劝，那些打算买新机装 X 的人，还是老老实实戴上壳贴上膜吧，就是在帮你们省钱。